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我们山西卫视一方水土为您录制的特别节目探秘山西。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段呢是萧氏的王朝。那是在2004年啊，位于山西省南部的绛县衡水镇衡北村里发生了一次盗墓事件。这个疯狂的盗贼啊，事实上却无意敲开了一个地下王朝的冰山一角。随后跟进的考古人员啊，对这个被盗墓葬实施了抢救性的发掘。发掘的同时啊，他们在这座墓葬的周边呢又进行了钻探。很快呢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这个距离被盗墓葬不远处呢，又有两座相距很近而且啊没有遭受过破坏的甲子型大墓，编号呢是一号墓和二号墓。我们明白啊，能够拥有这等墓葬规模的人，那绝非是普通老百姓啊。在随后的挖掘当中啊，这两座墓葬中啊都发现有这个车马坑的痕迹，显然这里将会有重大的发现。于是山西省文物局啊迅速调集了全省的精兵强将，组建了一支以山西省考古所为主的省市县联合考古队，马不停蹄的赶紧展开工作。如此急迫的啊，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啊，这里的发现比较类似于晋南一带的晋侯墓地。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一带，这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的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考古人员从1992年到2000年这八年间，先后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夫人的大型墓葬，其中带墓道的甲子型墓葬就有好几座。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以及规模庞大的随葬车马坑，从埋葬千载的大地深处破土而出。晋侯墓地的发现，彻底揭开了晋国的始封地之谜。1992年、1993年，晋侯墓地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那么衡水墓地一号墓、二号墓埋葬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呢？只有继续挖掘才能揭开这个谜团。一号墓、二号墓的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的墓室面积都达到了30平方米，且都带有长约20米的墓道。见过了晋侯大墓，这样的墓葬对于考古专家来说事实上并不会稀奇。墓葬中无非是些青铜器之类的常见器物，所有在场的考古人员大都这样推测。接下来的发掘，两座墓葬的两层平台上都有和三号墓一样的石鼓，这显然并不是墓主人。那他们究竟是谁？莫非是殉人？据以往资料可知，商代有殉人的习俗，陕西出土的殷墟中就有大量殉人的墓葬。然而到了西周时期，殉人基本已经淡出历史舞台，距离衡水墓地几十公里的晋侯墓地也属西周时期。然而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殉人的痕迹，为什么衡水墓地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中都会有殉人呢？就在考古人员正在为这一难题困惑不解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应该是大雪后的一个晴天的上午，突然发现一个洞，这样人还能下去，人到洞里面看周围的情况，还能看周围的情况。当我们把这上面都清理完以后，包括上面原来放在锅盖板上的这种车都塌落下来，我们都把它清理完以后，绘图照相做详细的记录，把它清完以后，然后
把这个浮土进一步清掉，进一步往下做。这时候在这个墓室的北壁靠近椁板的地方，发现呢出现这个我们的有一个技工，他这个有一块土他一搬，诶，怎么底下露出一块红的？当时面积不大，就几平方公分嘛，这么面积不大。这件颜色鲜艳、纹理清晰的东西，在一号墓中被发现，初看像壁画，再仔细一瞧，又有点像纺织品。然而，历经数千年，纺织品早应该腐化成灰。细心的考古专家发现，只要轻轻一动这个红色物质，它就会化作土状散掉。于是，一个大胆的结论呈现出来。根据拍回来的片子，我们晚上把那个片子放大，它比片子放大以后，那数码片子放大以后，比现场看那些实物有时候还清晰，所以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把片子一放大，看到它的经纬线，看到它的这个纺织织的这种症结，这就知道了，它一定是纺织品类的东西。这个颜色又很红，当时只是知道这是纺织品、丝织品类的痕迹，但是它是什么东西，我们因为刚刚看到那么一点，我们也无法推测。眼前奇景让所有考古人员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与疑惑，这痕迹是怎么留下的呢？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该如何进行？无论它是什么，是没有见到过的，是没有发现过的。在一个墓里面发现，在发现3000年前这么大一片的这种纺织品，而且有精密的图案，这是没有见到过的。我们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在咱们北方寒冬的夜晚，温度常常会降到摄氏-20度左右。当时那些考古专家们根本顾不上冷啊，他们心里太激动了。大家这个集思广益，争论的热火朝天呐，最后决定暂时停工，求助外援，并上报了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邀请有关专家会诊，等拿出方案后再做处理，得慎重啊。专家们主要是来自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考古所，可是由于天公不作美，连续下大雪。当外援专家们赶到现场时，那已经是10天以后的事情了。10天时间，对于衡水墓地的考古人员来说是漫长的。他们每天守候在刚露头的红色物质跟前。事实上，在考古工作中，有好多重要发现就是因为保护欠妥，而这是重现天日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转瞬间灰飞烟灭。在地下考古中，这样的先例已经发生过。基于这样的担忧，衡水墓地的考古人员迫切希望国内最顶级的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难题。从外地赶来的专家们看到一号墓葬中出土的一小块红色物质后，一致认为这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保存完好的丝织品痕迹。我们作为这个一代考古人，第一，我们自己很幸运发现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亲手做这个东西；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东西都保存下来，并让后人来看到。如果在我们手里没保存好，那是我们自己做的很不够，这是个责任问题。所以当时我们首先想怎样把它保存下来。寒冷的天气，墓室内已经出现薄层冻土现象，这对于地下考古是很不利的，特别是刚刚发现的神秘红色物质，如果温度过低，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于是专家们决定顺着墓道搭建类似蔬菜保温盆的工作棚，再在墓葬中烧起蜂窝煤炉子，这样可以保证墓内温度维持在1度到2度。
为考古工作顺利进行提供最佳的环境。我们揭开以后，剥离开以后，就是这个两边的淤泥是两块土，你从中间很好分离，一分离开以后，两边都有这个痕迹，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反的，就是这种东西。所以你对这个东西发掘和保护，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考古，国内的考古界，这是个新课题。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红色丝织品痕迹暴露在专家们面前，专家们对红色物质的面积也做了大致的推断。我们已经大致知道这个红色的纺织品它的这整个的长度高度，大约它高度大约是1.8米，长呢就像冠那样长，3米多长。那么整个的这样如此下来，那么这个整个冠里面，整个这个冠里面，北面、西面、南面，整个的景色下来，这个要很大的面积。事实上后来我们发掘的结果，这荒废的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根据发掘情况，考古人员认定红色的丝织品痕迹环绕棺室4个边，如此看来，死者在入葬时棺椁周边曾覆盖有红色的丝织品。那么红色的丝织品究竟是什么呢？面对这一奇特现象，外地赶来的权威专家也不好下定论，毕竟在中国的考古史上，覆盖棺椁的丝织品在墓葬中罕有发现。就在人们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提出，会不会是史籍中记载但世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荒围呢？荒围乃事关之物，先秦史籍《周礼》《仪礼》《礼记》等对它均有多处记载。《周礼》天官逢人正选注云：“事久为设强留也，强有不为，留有不荒。”荒为呢，应该分两部分，一个是荒，一个是为。那么荒呢，主要是指顶子；为主要是指四周。说白了，它就是一关照。这是中国北方农村现在好多地方仍然流行的。故人去世后，要将棺材放在关照中，直到入土前。事实上，这种习俗啊，直到今天，在我们农村很多地方呢，可能也是这样子。你比如大家也好多这种下葬的棺材上面照着棺照，只不过是我们今天好多棺照是租赁来的，用完然后再拿回去，回头另一家再用。但古代那种棺照，他那种棺照围上可能就最后把这个荒就带到墓里。也许在很多这个墓里都有，你比如我们在曲村发现的晋国晋侯墓地、晋国国君墓地，在有的这个国君墓里面就发现的痕迹，发现荒的痕迹。但是所不同的是，大家所以前发现的都是非常零星的，而且大家不敢肯定，都是推测的是荒废。而我们在衡水发现的是实实在在大面积的荒废，发现这些东西。所以可见在荒废在这个至少在西周的时候，在高级贵族，尤其是这个非常高级的，就是公室一级的、王室一级的贵族，在他墓里面是普遍的。当时他下葬了墓以后呢，就放在里面，他丝织品很快就会烂的，烂掉以后他应该是不容易发掘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现了，就是根据我们后来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就是这个墓就是比较快的，就是封闭起来以后呢，它逐步逐步的进水淤泥啊，它就把这个在这个荒围就是立在那儿的时候套在那儿扣在那儿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完全腐烂之前呢，它的淤泥就把它就封护了，就给架起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整个是基本上它的形状都保留，而且它的画面、它的尺幅都能看出来，就因为是当时它没有完全腐朽之前，那么这些淤泥把它封住。那么现在后来这你相信将近3000年啊，2000多年，那么咱们现在烂掉以后它没有了，这丝织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当时的那些痕迹，它的颜色、色泽、它的图案，包括它的那个痕，贞洁的那种痕迹，都在上面很清晰的都。荒围的发现，在解决考古人员疑惑的同时，
更揭开了先秦时期史籍中所记载的荒围的真实面目。为了能够保护好啊这千年不遇的奇迹，考古专家们历时7个月，动用了20多位，啊，投入到保护工作当中。目前荒围的修复工作啊还在进行中，而事实上，在这件荒围被发现之前，考古学家们经过长期的对衡水墓地的挖掘，啊，已经基本上能够断定，这是一座具备相当规模的上古墓地。根据墓穴规制来推断，墓主人的级别相当之高啊。他会是谁呢？就在一大批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一号墓葬中出现的荒围痕迹时，其余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二号墓的发掘清理工作。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当发掘进入到椁室部分时，人们见到了从未被惊扰过的墓主人。他被两层椁木及外观和内观包围着，安详的姿态让人们觉得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已经并不遥远。细心的考古专家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墓主人的姿势与以往的晋南发现的同一时期墓葬中的墓主人的姿势迥然不同。墓主人俯身趴在棺木中，莫非是棺椁下葬时受到颠簸，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了墓主人尸骨由传统的仰身直肢翻转成俯身直肢？还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除此之外，墓主人尸骨在摆放上也突破传统，呈东西走向，头朝西，脚朝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层层谜团包裹着神秘的墓主人。那么在发掘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在我们脑子里回荡，如何来解决的问题。在二号墓出土青铜器的时候，当青铜器冒的露头的时候，大家非常兴奋，啊，出现青铜器了。因为这个虽然对这样的墓葬出现青铜器不奇怪，但问题是这个墓葬的性质、墓主人是谁，却是我们极大关注的。接下来考古人员对尸骨进行人骨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墓主人为男性。他到底是谁？这到底是什么疾病？根据那个刚刚出土一些零星的东西，我们能大致能判断墓地时代是西周的，甚至可以确定的西周中期。那根据以往这种考古成果，在全国的考古成果，就是只有相当的级别才能拥有这种这个斜方墓道。那什么样的级别拥有呢？第一，周天子；第二，这个诸侯国的国君；第三呢，就是周天子手底下这些大臣。就是你比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央部长这一级，这才可以拥有。那么除此之外，其他人是不可以拥有。整个西周时候，晋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区域，分封的小国非常多，所以大量的史料记载和史书记载，这个区域有很多小的国家。所以当时发现以后，我们一个是怀疑它和晋国有没有关系，再一个是怀疑另外的一些别的国家。二号墓葬中相继出土了16件随葬器物，它们中除一件陶粒外，其余15件均为青铜器。要揭开古墓的秘密，必须得从这些青铜器入手。考古人员无暇欣赏纹饰精美、造型庄重的青铜器皿，牵动他们神经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这个日夜盼望着有铜器，因为这个墓道有墓道，有墓道就是诸侯以上的级别的墓，那里有大量的铜器，有铜器就有铜与铭文，而且是西周的时候的铜器，有一半
一半都有铭文，对于我们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有捷径，这是个捷径。失去沉积千年的浮土和斑斑锈迹，有八件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墓主人到底是谁？二号墓上青铜器清出来有彭博的字样，这就带来新的问题，彭博是谁？可能大家要问彭博是谁，以前就没有听说过彭博。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识，有三件器物上都出现了这么几句关键语：彭博做宝鼎，其万年用有，意思是彭博为自己做器，并可永远使用下去。按照对西周经文通常的读法和理解，彭应该是地名、国名、姓氏。博有两种解释，一是青铜器主人在周王室的爵位，二是在兄弟中的排行为老大。在衡水墓地相距几十公里的天马区村晋侯墓地中，青铜器上的铭文大量刻有晋侯的字样，显然晋是国名，侯是器主人在周王室的爵位。根据彭博的高规格的墓葬建制以及随葬大量带铭文的青铜器来判断，彭博二字的含义应该和晋侯是一样的，即彭是国名，博是器主人在周王室的爵位。在西周的时候啊，国家应该是五等爵制，我们通常所说的公侯伯子男。周王朝是一个等级森严、礼制森严的国度，武王灭商以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分封制，分封诸侯国数量可达800之多，按照各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如此看来，衡水一带在西周时期曾坐落着一个不见于文献而享受伯级待遇的小封国彭国，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虽然这种推测很科学也很合理，但似乎还是缺乏一定的证据做支持。这时有专家突然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曾从香港购回一件西周铜鼎，上面有一段铭文这样记述：晋侯令某追于彭，修又秦。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晋国的军队追杀敌人，到了彭这个地方也要停止追击。这里的彭恰恰和衡水墓地发现的彭如此巧合地结合在一起，这段铭文不仅印证了彭就是西周时期位于衡水一带的小封国，同时还暴露出晋国和彭国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彭国，一个史籍中啊从未曾记载过的国家，横空出世了。哎呀，这可引起了当时啊广泛的关注啊。哎，不过就凭这几件青铜器啊，就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存在，对于严肃认真的考古专家们来说呀，是无法下这个定论的。他们还想找到更多的证据来印证这一结论。在不断的推敲和寻找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逐渐的都暴露在了专家们面前。周王朝分明的等级关系在青铜器的使用上也体现得很清晰。周天子用九鼎，根据级别逐级递减，依次为九鼎、七鼎、五鼎、三鼎、一鼎。按照这一例制，爵位为伯应该享有五鼎才合周礼的规定。然而在衡水墓地二号墓葬及彭伯的墓葬中却只发现有三鼎，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考古专家困惑不解的时候，
二号墓并行排列的一号墓中，清理工作虽然受到荒萎的影响，进度比较缓慢，但仍在进行中。随着考古人员的手铲一点点深入大地，神秘的一号墓主人也正逐渐露出他的美丽容颜。经过鉴定，一号墓墓主人遗骸为女性，仰身之肢，这和二号墓中男主人的俯身之肢显然不同。他嘴中含玉，饰品琳琅，散落着的项饰和玉足佩丝毫掩饰不住精美绝伦。随葬铜礼器共有25件，刻有铭文的8件。这样呢，我们在二号墓里发现到这个蓬勃，后来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呢，在一号墓里也发现了，主要的青铜器上也发现大量的蓬勃这个字样。其中一个铜鼎的内腹壁上刻有蓬勃乍壁基宝履鼎，这一段话表明该铜鼎是蓬勃为夫人壁基做的器物。那么这又牵扯到一个壁基的问题，壁基就应该是一号墓的墓主人蓬勃的夫人，蓬勃应该是二号墓的墓主人，就是二号墓是蓬勃，一号墓是他的夫人壁基。因为这种墓葬形制这种布局啊，在当时是普遍的，一看这种布局应该是夫妇两个人的墓葬。从他名字看呢，壁基呢，祭是祭姓，就是和周天子一个同姓的，然后被封到壁的地方，那就是他是然后随他父亲的事，他父亲的是姓是以壁为氏，随着壁基。所以可见呢，这个壁基呢，是周王室非常重要一个大臣的这个女儿。西周时期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取国名、封地、官名、职业等，往往排列于姓之前。因此壁姬从字面可以理解为姓姬的壁氏女子。姬乃周王室的姓，壁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姓，它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当时周文王的第15子被分封在今天陕西省咸阳一带，赐名为壁。从此壁作为氏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周文王的15子被称之为壁公高，他应该是今天所有壁姓华夏儿女的先祖。曾经辅佐周成王，并且在周成王临终的时候好像还让他和赵公共同辅佐康王。那么壁公呢，是周王是一个重要大臣。西周初年，壁公高十分受王室的重视，周文王、周武王去世后都是葬在壁公高所在的壁地，足见壁氏当时的地位是何等显赫。壁公啊，那个在周朝里面有那个时候有个高干，那没问题。所以呢，他这个女儿嫁给这个蓬勃，目的那个有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想，肯定是政治联姻。壁姬的身份已经基本清晰，她的角色类似清朝时候的格格，将她下嫁到一个级别并不高的蓬勃，在当时显然是一种政治联姻。于是两种情景被考古学者勾勒出来，一种是非姬姓的蓬勃受西周王室册封后，为了能在周人统治的王朝里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黄河西岸的壁国。当时的壁国执政者壁公高辅佐天子，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于是蓬勃便迎娶壁公高之女为妻，以求附庸姬州的皇亲国戚而长久生存。另一种是周天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制定一系列制度之外，还试图通过政治联姻来确保自己的百年基业永远牢固，于是
很多王室的女儿们变成了牺牲品，她们被下嫁到各小诸侯国，搭建起了永结友好的桥梁。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发生。历史上彭伯和毕姬的联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说清楚，能够进行的只能是一些大胆的推测和猜想。衡水墓地一号墓、二号墓的清理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墓主人身份也已揭晓。如果青铜器铭文上的彭伯与毕姬确有其人，如果史籍失载的彭国真实存在过，那么彭伯和他的夫人毕姬绝不可能独自存在，彭伯家族应当有完整的应承关系，彭国国民应该有相对集中墓地才对，这些都是考古专家们必须去探寻的新的问题。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彭伯墓葬，或者彭国国民的集中墓地，才能勾勒出一个真正的王朝。那么到了第二期2005年3月份，我们就完全按照考古的一种正规的发掘探访整个部过去，把那个第二期就是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我们认为啊，根据钻探的图纸探出来的比较规格高的这样一些墓葬，我们进行了一个分布区域的一个发掘。那么这一部分是8000多平米，那么我们第二期就在这8000多平米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揭露发掘。我们通过发掘以后就知道，这个一号墓和二号墓是这个西周中期的，三号墓是西周早期的。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墓地就从早期到中期，那么这个墓地的我们判断它是南北分布，从南往北这么分布啊。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墓葬呢，就集中在墓地这个中部南北一线，那么两边都是小型墓葬。这个墓地大致的规模我们主观上有判断，完了我们通过钻探以后把它的范围就划定了。3年时间，3万多平方米，1300多座墓葬，耗时之长，面积之大，数量之多，这在国内啊是极为罕见。这片集中墓地从沉寂了3000年的大地深处破土而出，他们能否证明史籍中难觅踪迹的王朝彭国在这里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呢？对，我们把这个墓葬一共分了4个类别啊，就是大型墓、大众型墓和中小型墓啊、小型墓。经过考古人员的鉴定，这1300多座墓葬中有1299座为西周时期的墓葬，其中大型墓14座，中型墓20座，中小型墓有70余座，其余大部分为小型墓。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暴露出这应该是一处不同阶层人们死后的集中墓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衡水墓地的北边偏东的部位。这个北部呢，是这个紫金山，也叫这个净山，这是一个坡地啊，北高南低的一个坡地。南边呢是素水河，再往南边远处看到的那个山呢，是这个中条山的一个余脉。即依山有傍水。衡水墓地显然是一处风水宝地。经过人骨鉴定，我们得知在墓葬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年龄上未成年人不多，大部分集中在20到50岁之间，50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少，可见当时人们的寿龄并不长。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衡水墓地应该就是西周时期的彭国墓地。然而，严谨的考古专家们更希望通过来自地下的器物来印证这一推断。
根据墓葬中随葬物的清理情况来看，大型墓葬中基本上都有车马坑，墓地出土各类文物共14358件，其中青铜容器315件，青铜小件1943件套，陶器1389件，玉石器596件套，其中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也有相当不少。经过仔细辨别，铭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是蓬勃。这个东西叫簋，就是过去呢是一种这个石器，就是在这个它和这个鼎是配套使用的。哎，这个咱过去有这个5鼎4簋啊，7鼎6簋啊，也有5鼎6簋的，就是它这个簋呢是一种石器，就是当时呢就是盛放这个食物的。完了这个它这个盖里面呢有铭文，这篇铭文呢非常重要，它是这个蓬勃赵作瑞基，什么意思呢？这个蓬勃就是这个墓主啊，这个国君，当时蓬国的国君叫蓬勃，赵作呢就是开始做，瑞是一个国家，当时叫这个瑞国，吉呢就是这个吉象，这个瑞是吉象的，就是蓬勃呢做这个给这个他的老婆啊瑞姬做的这么一件簋啊。目前从这个衡水墓地出土的这个大型墓和这个车马坑啊，以及这个蓬勃铭文来推断，我推断就是蓬勃墓地啊至少有13代蓬勃啊，就它前后有13代蓬勃，那么中期这一阶段的蓬勃数量比较多啊，早期的因为奔道，所以目前呢能够确证的很少啊，中期的比较多，到晚期也很少。3000多年过去了，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的王朝啊，重现天日。这个由异族人统治的国家，融合了商、周啊以及戎狄文化。它的出现，带给世人惊喜的同时啊，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这个蓬国人的墓葬，为什么他要呈这个东西走向？这墓主人的姿势啊？为什么男性要保持这个俯身直肢啊，直的这个肢体，女性呢却要保持仰身，而有些寻人呢却正好相反。大型墓葬周围的柱洞和斜洞，那些东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这些谜团呢都能够被一一的揭开，让谜一般的古蓬国啊拨云见日，能够更加完整的呈现给世人。好，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这是一次山西文化的探秘之旅，我们将与您一同探索三晋文明积淀中的种种传奇，触摸真实历史，谜团即将揭开。山西卫视一方水土栏目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探秘山西》。